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陶乐斯。过年要到了，我今天要帮我女儿林乐乐洗澡，然后现在我先准备热水，因为她最喜欢泡温泉了。等一下准备好再叫她进来。乐乐洗澡，乐乐洗澡。要试水温吗？还满意吗？太后大人，好，来先冲热水。Round 1，我们乐乐最爱洗澡的，他跟黑皮不一样，以前黑皮都很怕洗澡，都会很紧绷，然后乐乐就好享受。刚刚洗完，我已经吹干了，然后里面的脸盆还没有收的时候，他竟然尿尿的时候居然想给我再跑进来。眼不就要被吹一次？你真的很爱洗香香耶！哦，你坐进去了，来，收起来，好，慢走。来几个肛门线，快，来拽呀！摇动，摇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先挤肛门线，不要动哦。一二三，哎呦，喷出来！再次一二三，用力，二三，一二三。休息一下，一二三。啊，好的，先这样。去哪儿？知道，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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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，好
今天洗澡任务成功。